哎，可以扭啊扭啊扭，这种感觉真好，但是不要一直扭，一直扭就做作了。伸，这里其实可以共笔，那也可以写这一横啊，这一横可写可不写了哈。好，那旁边是一个寸寸，右边这边可以伸长啊。那当然写是要靠中间一点，那这边是中宫啊，要收紧。聊到是有很多写法啊，在古代哇，每个人写的不一样，有人这里应该有这个点撇，但有时候也都没写啊，在古代很多时候也没写，都不算错了，就是一种不同的写法而已。还有时候你就可以背一个古代的写法，然后别人看不懂，就会觉得你写得很棒，因为他看不懂。啊，你写这种人家看得懂，就不会觉得你写得很棒啊。玩就是把他那个酒拿起来用，他就写过一个酒字，好，玩。不，他写过厉害的厉，锋利的利。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，很多人说我不会创作，当然不会创作啊。原帖里面出现的字你都记不住了，你怎么创作？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练习量啊。那这个练习量当然很多啊，不是3、5天呐、啊，也不是3、5年呐、啊。创作的时间能量的累积啊，都是以10年为单位哈、啊，不要自己写字写个2、3年就在那边哦，我怎么都不会创作，能不能教我创作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没办法创作的啦。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要做创作，只能说乱写啦，反正大家都看不懂，就乱写吧。轻的，轻的，口的话写高一点哦，主要是，这个字迹不好写，很多人都不喜欢写这个字啊，我也不喜欢。那它有很多写法啊，你自己挑一个你习惯的。笔是竹布，但古代就是很喜欢把它写成草布哦。当然也没有必要说非写草布不可哦，还是可以改成竹布。本来想把它尖尖的入笔，可是实在是有时候不太习惯哦。那我们那种传统的写太多了，尖尖入笔的，不是很习惯。也短，那长，右下角要写的比较低啊，这习惯，然后一个短的，一个比较长的，直，细，慢慢长高。来一个大扭转呢、啊！